吉林国中柔道队的冠军表现相当优秀，结束后又定位做怎样有一群囡仔这样愿意打拼，因此特别关注二十套柔道服装和自己柔道队来使用。我出生于云林二轮，这是我的家，校长是我的小学同学，那我觉得，退休以后回来这里，受到这里的一个人情物的一个关爱，所以我是这地方出生的人。吉林国中柔道队的囡仔，拢是牺牲自己的时间来练习。当其他学生还未来到校园，已经关了三日，别人派着书包等伊休困，因自愿留点好好继续练习。因的成绩来自因的努力。这位结束校友丁美娇嘛，希望会当尽一份校友和弟兄人士的责任。我觉得这是责任跟义务。因为我出生这个地方，然后在外面这个浪迹天涯几十年，这两年回家乡来以后，感受到那种非常丰富的一种关爱，就是责任跟义务。那我的儿子刚好又是做这一行的，那基于校长是我的同学，我又是出生这地方的人，又是受这个地方这么多的一个关爱，然后儿子又做这一行，也很多人的照顾，我觉得是责任跟义务来支持我自己，家乡的小朋友们。丁美娇是吉林国中第一届校友，同时也是校长张进什么同学，因此校长特别将资源引入到校园。柔道服装好一套，在一万块左右，普通嘛在三四千块。这边丁美娇赠送十套名牌道服，十套一般道服，总费用大约在15万块左右。记者李炳安采访报道。